典金庸武侠小说为背景的《天龙八部》3D 中，玩家可以扮演天山、大理、逍遥和少林等四大门派中的角色。每个职业除了一般的技能之外，都还有华丽的大绝招哦。另外，游戏当中还有伙伴可以陪同玩家一起作战，并且还能够借着和原作小说中的众多美人提升亲密度，让玩家获得额外的属性加成哦。当然，像是乔峰等小说当中的重要角色也都会登场，让玩家体验到全新的精彩故事哦。